相信你你的就这样就好就可以走进直到天明啊，这些不曾遇见啊，有酸甜有浓郁，别让我心惊，我会带领着你来到迷人少女花园里。大神果然名不虚传，如果你能加入我们至尊灭天家族，肯定能横手遮天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大手一挥，挥手遮天，天下无敌，敌军无寡。哎，年轻人，游戏嘛，只要享受它带给你的快乐就好了。再见，下线了。看到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炫舞时代的兹古拉巴哈耶维奇的实力，这实力带你装叉，带你飞，也就是像我们这种至尊灭天的家族才能邀请得到第二的哟。啊，咱们家族才第二啊？那第一是谁啊？现在第一的家族呢叫商逆皇。什么皇？哎呀，他们有48个人，缩写 SNH 48，商逆皇48。哦，我的梦想是超越他们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的女伯爵白色发卡在台下为我应援。为你应援，为你。飘飘公主，今天是我17岁的生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出来见上一面？由你来陪我度过这17岁的仲夏夜。呵呵，哎哎哎，怎么一呵呵就下线？你一说见面就下线，见面就下线，他一定是喜欢我。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他。茫茫人海，芸芸众生，我要让他做我的天使，我会让他很幸福。大哥，以你在这游戏里的地位啊，刷200个喇叭，肯定能够找到他。200个喇叭？啊，有点贵。哎，我刷。飘飘，飘飘公主，你在哪儿？不快。飘啊飘，20了。哎哎哎。哎哎哎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是大公爵。什么？查到 IP 地址？二次元网吧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我这就去啊。地址发到我新买的这个 vivo X9前置容光疗啊，词儿太长了，反正是最好的手机上面啊。飘飘飘啊飘飘，A 区就一个人，那也就是说，哼，双马尾什么的我最喜欢了。飘飘飘 ，Oh baby， 漂亮，飘飘公主的号，那什么大哥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啊，这个人啥时候回来呀？啊，你等会儿，我的17岁仲夏夜回来了。是飘飘，我不是飘飘，我的号叫飘飘。不，飘飘公主，我还要跟你手牵手走遍天涯海角，我要给你冲一辈子的紫钻贵族，我现在就给你冲贵族。年轻人，游戏嘛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享受它带给你的快乐就够了嘛。我现在一点都不快。哎，这个话这么耳熟呢？你是兹古拉巴哈耶维奇？你还是飘飘？不可能，我刚才看到你们两个人同时在线尬舞，双手双开练个小号。你双手还双开练小号？我不信。
让你见识见识啊。我本为你疯狂，你却让我灭亡。大神了不起是吧？大神给见小号欺骗人的感情是吧？好，我现在让你看我家族实力多强大。我刷喇叭，我刷死你啊！不对，我得打电话。我是大公爵，对，二四幺八 C 七，快快啊！哎，你完蛋了，他们暖心就来了。大公爵咋的了？真的，葬爱家族。来来来，快看看啊！这个就是自古拉巴号叶维奇。哎呀妈呀，大神呐！什么玩意儿？丢人！他也是我的飘飘。失效了。那个谁怎么又没来呢？ 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miss you every day. 为什么每次都这么迟到？为什么？写论文。你学个挖掘机写什么论文？你告诉我。那个我这个。你别说话了，贵族们，干他！好。不对，滚滚！那啥玩意儿？你把给我扔了。我说干他是跟他尬舞的意思。哎呀，你快后来，把我的队形码出来。哎呦，贵族的舞蹈 ，music。哎呀，我可好棒啊！走了，你来。厉害厉害！大哥，你大晚上叫我们来尬舞尬舞，这尴尬了吧？好，我尬舞我赢不了你，我要揍你！贵族们，上！哎，我说的。我的这次干他就是揍他的意思。哦，好，上。啊，哥哥，哟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呀？你怎么来了？飘飘，哥哥，哎，他们怎么跟人游戏人物一模一样呢？那当然，这游戏是我哥哥设计的呀。完了，装成狗了。年轻人啊，我觉得你这么有干劲儿，我公司呢有一个好机会，要不要来试试？他要给我个机会让我去公司找他。你在哪去找他呀？对，大神，你是不是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啊？我怎么联系你啊？给你，这是我哥的名片。哎，那什么，你也给我来一个你的名片呗。呵呵。哎，怎么又呵呵就下线呢？哎，怎么到头了呀？那我还是回去写论文吧。